成魔幻出版的演唱会现场。接下来要欢迎的是新生代人气歌手洪伟哲，欢迎。盛情这边表演给大家看，然后呢，其实这是我第一次 cos， 就是一个角色这样子。你们应该知道我 cos 是什么角色吧？你们觉得是合适吗？真的哦，其实，谢谢，我真的今天连这个披风都是我今天下午跟姐姐们赶出来的，而且。他们今天想说，如果没有披风的话，就会好像显得很像魔术师的感觉。我说没事，反正桃园风这么大，就说我的披风被风吹走就好了。所以呢，最后还是很开心能感到，就是披风可以拿到手，所以我现在才可以有这身装扮。那接下来要带来我的新歌《牛顿》。